是宣图，宣图是通过一张晕眩的图片给你的眼睛产生眩晕感，从而一张静图就会变成动图的过程，需要你直播间屏幕去明化，弹幕显示和礼物特效关闭一下。准备好之后呢，我们就开始打开今晚的宣图。十一点的过程内容呢，就是让你又拢又下哈，先拢后下。服务非常到位，累呀，肯定累。这个手倒不累啊，累的是肩膀和胳膊。对，简称龙虾。三，直播间屏幕全面化。二，弹幕显示和礼物特效要关闭一下。一，准备好。就要打开今晚的宣图。三，直播间屏幕全面化。二，弹幕显示和礼物特效关闭一下。一，准备好，我们呢就要打开今晚的宣图。三，二，一，认真的看着直播间屏幕中间的圆点，仔细的盯着它。我们呢将会倒数十个数字，请大家做好准备。十，认真的看着直播间屏幕中间的圆点。九，仔细的盯着它。八，不要看向别处。七，就像看向别处一样，回过身来去看中间的圆点。六，仔细的凝视着它。五，再坚持一下。四，效果会很快出现。三，做好准备。二，效果会即将出现。一，准备好了吗？那么现在效果出现。上图，这个是静图，静图。有一张图打不开，烦得要死。图片过大，这咋整？截一下图啊，我截一下图，稍等一下。哇，谢谢仙人哥，谢谢音乐哥，谢谢两位大哥。我等一下，我这个图片存一下。好了，第二张图，谢谢哥哥们，好久不见，欢迎回家。直播间屏幕全面化。二，弹幕显示和礼物特效关闭一下。一，准备好，我们呢就要打开这张宣图。三，直播间屏幕全面化。二，弹幕显示和礼物特效关闭一下。一，准备好，我们打开这张宣图。三，认真的看着直播间屏幕中间的圆点，仔细的盯着它。我们呢将会倒数十个数字，请大家做好准备。十，认真的看着直播间屏幕中间的圆点。九，
仔细地盯着他。八，不要看向别处。七，千万看别处也要回过身来去看中间的圆点。六，仔细地凝视着他。五，再坚持一下。四，效果呢会很快出现。三，做好准备。二，效果会即将出现。一，准备好了吗？那么现在，效果出现。最后一张图，这张图原图特大，我只能用截屏的方式给你们看，它原图非常清楚。直播间屏幕全面化，最后一张，最后一张。二，弹幕显示和礼物特效关闭一下。一，准备好，我们呢就要打开张巡图。三，直播间屏幕全面化。二，弹幕显示和礼物特效关闭一下。准备好，我们呢就要打开张巡图。三、二、一，认真的看你直播间屏幕中间的圆点，仔细的盯着它。我们呢将会倒数十个数字，请大家做好准备。十，认真的看着直播间屏幕中间的圆点。九，仔细的盯着它。八，不要看向别处。七，就像看别处一样，回过身来继续看中间的圆点。六，仔细的凝视着它。五，再坚持一下。四，效果会很快出现。三，做好准备。二，效果会即将出现。一，准备好了吗？那么现在，效果出现。好了，下个内容心灵指导。心灵指导是通过人声的方式来帮助你放松你的心灵，所以过程呢需要你戴上耳机去聆听它。做好准备之后呢，我们就开始进入今晚的心灵指导，请大家做好准备。不来了，不来了，再来你的眼睛会累啊！不来了，为你的眼睛着想。我先换一下麦，大家稍等一下啊，听一下歌曲。你听个鬼，你给我坐下，我马上郭德纲了。这牙真的拔了，哎
醒了你啊，你才65页 PPT 呢。
说非常的好看。
们居然没有人说你怎么不露脸之类的吗？居然没有人想让我露脸。收到啊，你们听一下歌，要不没法做那个摩擦音。这是你们和女生说话的态度吗？Thank you.
这真的是个女的，哎呦我天哪，她真的是个女生，也许她的名字有点太爷们了，因为我的前场控叫南芝，她就直接拿这个号帮我场控了，所以就没改名。是男的女的，你过来，你看我打不打死你。是黑粉，只有我 CEO 哥哥默默陪伴我、支持我、照顾我，你们都。